你说不到总长呢？总长好像说2.1的。你看，哎、欸，对，不然回来等一下4点多，那你如果还要再去那个内鸟水，还要再加，还要再加快2公里，所以来回可能要8公里。哦，他要爬潮山了、哦，应该吧。他对啊，有啊有去啊，有上到山路了。这种天气应该不会流汗的。我以为只有喘气，是秘密的。哇，我当然会喘啊！不会喘就惨了。来，转过来。都没有阳光，嗨，那我的胶带应该干。回眸一下，走这么一小段就想骂了，要骂到什么时候？像他这样就容易出问题。欸，我们刚才是几点爬的？7点算7:50哈，这样已经40分了，爬了一天。40分了，那也就说回顶到了。要请好吃的了，爬完山要庆功一下。哇，这个一路走上哦。对啊，他前面在走啊。这一段也算走哦。可能爬上连线之后就好了。前面也是一路上啊。只要有绳子抓的地方都比较陡。
怎么走那里去？哎，中间那里啊，哈，那里。啊，我记起来了，我曾经有走过这里，没错。走了两次了。回音谷到了，这里是回音谷。前面就是炼窑嘴。脸稍微对着阳光，对那边，对，这样子。我们看完了，换他们看。这些人算少的了哈。对。这一片哈、哦，都是杜鹃了、啊，杜鹃林。我的杜鹃也很大了。哎，这种没有风的地方，杜鹃都会长比较高。像那个河湾山那边的杜鹃就很矮，那边风比较大。这种高级山的杜鹃，好像都这么高。哇，整片杜鹃林。
这个零件还不错。在三四月的时候就可以来这边赏杜鹃了，只是在头顶上看不到。这里是1.5K，1.5K。对啊，走到那边就回来了。这个往神木的就往那。我第一次来的。你看这边有没有比较干燥？啊？走走走，来。刚才那个地方就是往神木步道的一个路口。嗯，往左边就继续往内梁嘴山。哎，刚才那个不知道是几 K 哈，那个桩啊。没想到这个山是一路走上，一路走上。应该快到临县了。上面尖尖的那个就是万鸟嘴。那节山前面那个尖尖的就是那万鸟嘴，万鸟嘴，嗯，那么尖啊，嗯，哎，这边有一个桂辉山呢，桂辉山，他还没有去拜访他呢，哦，嗯，那节山再过去就是桂辉山，王不见王，嗯，飞不见飞啊。杜鹃林，这个地上踩起来像地毯。老龙看不到了。哦，老龙变胖了。这个是啊，这个，哎，这个地方没有红。走，这里是往内鸟嘴山的路上，可能在。横冲这两三百公尺就到临县了。
零线右转就往内鸟嘴，就三角点就在眼前了。感觉还没有爬就到了。你中间第一颗三毛钱，这边这个路就是往那个纳杰山的冠阳古山，然后右转的话就是往内阳古山。你在讲哪一位？啊。其实很大了，哈哈，嗯，变了。今天预报是阴天。那你明天要再跟他来啊？哦，叫他们蔡超去带他来。这样啊，人家要来，你就要陪啊。哎，赶快！哇，这里整片都是。都在山坡上面。嗯，太平山那个也是一样啊。这个超大的三毛群。不要摔倒哦，我在露营。哇，这一颗枫叶也不错哦，
上面这个是枫树了，细叶的。哇，这边就很黄了呀，哈。嗯。哦，有新芒啊！哦，这一片算很漂亮。毛菊，哇！下面有一个美女。我之前说毛菊，不要爸爸，不要爸爸。之前说毛菊啦，没有他的叶穿好也不穿好哎，你穿着老师的鞋子来，代表老师也来了，老师与你同在。加油加油，我们当拔豆。你睡吧，睡呀。
到了就是到了。到了。现在已经到三角点了，然后三角点就是这一颗，三毛举王，哇，很大颗。啊！你在跟我玩捉迷藏啊？对，就是这种。得得，我躲进去了，我躲进去了。等你到。我躲进去了，我这样我就不怕下雨了。这里是哪里？三角点，三角点。好像菜市场一样，你看。对啊，今天虽说人没有那么多，还是很多。至少上百人有啊。还有人已经下班了。嗯。然后昨天可能昨天天气也好一点。这个链条嘴，这个零线上面都是烂泥巴。所以下次你还有机会要来的话，还要再问他。哎，不要问。不要问了，对不对？穿雨鞋就对了。对。直接穿雨鞋就对了，还要问吗？这个右边就是往水田林道登山口，那这边就是往那个深木。这里早上没走过。对，现在要去寻找神木。这边是属于比较绕，比较平坦，至少不用再上山。前面的塞车，一路走下，一路泥下，泥下，泥下，烂泥巴。这个往神木的这一条路比较陡，而且比较湿滑，真的比较湿滑，比较泥
能不能骨头呀？露营中哦。神木，门神，路况不好。区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就在下方了，就在前方。过去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你们倒车啊！小心啊！这样子，它的光线很漂亮哎。打招呼。Hello。北德拉曼神木。对，就在这里。哒哒。然后你要拍过去那边，那边也是有另外的面向。北德拉曼神木。这个人要站在那边才看得到。那你要走另外那边上去，是吧？下来了。绕一圈。为了看这神木，为了看它，就为了看它。好，要站到里面去才看得出来大小。小啊，这人不会变很小吗？就要显现那个。显示那个神木的大。等一下会再上。3K 哦，有啊？你说那个交叉点啊？我嘛无印象。过树洞，
像还没流汗。树根，整地都是树根。杜鹃林的树根，真的有嘞，对哦，哦，他喊到那个尖石另外一边了，再回来，哪一颗？这一颗啊，前面这个就是内鸟嘴山，这个就是内鸟嘴山，对，在最上面那里啊，对啊，你看它鳞线平平的。要去一次了，不一定了。剩不到一公里了吧？对，这个是树根的路哈，你看，你照过去那边也都是树根，比较清楚。没有，背影要黑黑的，有。有拍出来了。有。我在冒烟呢、啊。我怕你。发光。啊！啊！吸收天地灵气。哦，日月精华。马龙，你现在没有滑倒哦。厉害哦！没有登山杖，因为没有滑倒，显然是你的 CPU 辨识这个踩点辨识的不错。我有知道的，嗯，真的好。好啊，我这样子就很小心，还没有人。哎，那山，可是当初决定要来，应该有人他的理由啦。对，不会决定的时候都觉得很美好。下次不敢跟你来了。